时候啊，在幼儿园躺在沙滩上，这个看看蓝天白云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感觉啊。到什么时候啊，你看看这个下边的水呢是清的啊，天呢是蓝的啊，蓝天白云啊。一般的来讲，这国家呢就环保比较好，文明程度就比较高，发展的空间就比较大。看一看多漂亮，周末了啊，很多人都到码头来了啊。人说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时间过得都很快。你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年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在纽约啊，在国内生活了三十年，你自然就有比较，有比较就有鉴别了啊。这个怎么讲呢，以后慢慢再说吧。人生是一言难尽的啊。你说我在美国纽约生活，我体会最深的，讲实话不是做生意，就是在码头玩，是我最留恋的。尤其是一个人躺在床上是吧，躺在船上，不是床上，船的床上，安静的小小的世界，那世界都非常幸福的，一切烦恼都没了。进入大海，觉得人类渺小，觉得自己渺小，所有的事情那都太渺小了。看看。